哎、欸，你尿尿可不可以对准一点啊？好啦，下次会看啦。对不准就算了，你至少可以擦干净吧。好啦，下次会擦啦。你再这样就给我换女朋友。好啦，下次会换的。好啦好啦，我先过去好不好 ？OK。哎、欸，我们不才要去看电影吗？阿明刚失恋啦，现在是他最需要人陪的时候。哎 ，Michael， 啊，你现在要过来啊？好好好好好，拜拜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三更半夜的。Michael 刚被甩嘛，现在是他最需要人陪的时候啊。你也很快就需要他们陪了。嗯。啊，不行啊！快快快，陪我陪我。泰山，难得都放假了，你一定要在家工作吗？也是可以不用在家工作啦，我在外面也是可以工作的。哎，你今天那么早下班？今天那么重要的日子，我怎么可能忘记？哇，好难得哦，他终于记得今天是我们纪念日的耶！呀，你敢过来投这个黑死了！你是为了看球赛啊？啊，不然嘞？为了看球赛，为了看球赛，没有年纪的，没有一年。你挡到我了啦，干嘛啊？现在怎样？我又扫地又吸地的，你把我当女佣啊？宝贝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你是我的小公主哎、欸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好啦，去通一下马桶哈，乖啊，去去去。哎、欸，你每天只会打电动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、欸。你有没有在听啊？我要跟你分手。泰山，你到此为止吧，再见。Yes， 成就达成。哎，人嘞？宝贝，我最近手头比较紧，借5000块好不好？嗯，你的钱嘞？男人应酬比较多啊。不是都拿去买球鞋了吗？你们女人还不是常常花钱买穿不到的衣服？像你一样买到没钱吃饭吗？干嘛？哎，别碰到我的鞋了。干什么啦？哎，宝贝，我送你一个礼物好不好？好啊，送你香屁哦！你干嘛？哎，等下吃饱看电影。好啊，我问我妈哪部好看。哎，对了，所以下个月去日本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问妈妈要不要一起去。嗯，怎么连吃什么都问你妈？我刚刚问过了，她说吃牛排，不要吃海鲜，因为我对海鲜过敏。妈宝，妈妈，妈宝，妈妈，妈宝，妈咪。你在干嘛？你不是睡了吗？我梦到你在跟别人搞暧昧啊！我在跟学弟聊天啦。学弟叫娜娜哦。对对对对。娜娜。对对对。哦。不要打脸哈。娜娜。